人呐，就是不能盼着自己不该盼的东西，到最后摔得头破血流，怪谁？谁也快不了。孟瑶，是为何不和旁人一样进山洞休息？跟我走。有一个金子轩，金光世还稀罕什么别的儿子？更何况还是个千人千万人杀的称号。大丈夫。 斩成重围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副将。孟瑶，既然你救了我一命，我不动你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作为聂宗主，属下有一得理不失。今日一见，谈吐温柔。 多谢泽无君转还，严重了，你我都是同辈之人，不必行刺大礼。孟瑶大人，阿瑶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，如今得此机会，认罪归宗。姬公瑶，我先去看看我师父的死尸，回头再请教。比他们高贵吗？ 原因吗？你不是人，你就是个疯子。阿素，当初我真的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。之前我不是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，而我却一直坚信你做一切事情都是有苦。吾有一心，千夫所指，天人共怒。师哥，小心背后。 我根本没有用，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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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根本没有